欢迎收看今天的设计家政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回响促使我们挖掘设计的多样风貌以及各种本质。如果一个屋子的室内设计啊，可以针对屋主的人生兴趣品味还有他的经验来量身打造的话，我想那个住起来的感觉跟样品屋是截然不同的。在今天的风格当道里，我们来看看设计师王思文跟汪中定为周游列国的屋主量身打造了一个融合各国风情的居家空间，让屋主啊一回到家里就可以马上悠游于各国的氛围。阿达，你本身喜欢哪一个国家的设计风格啊？我喜欢泰国啊、印尼或菲律宾那种很南洋风情的居家设计，因为很像 villa 度假那种休闲感觉。好，讲到这个，我好久没有出去度假了，是不是应该找时间走溜一下？是哎，可是我们先看看设计师王思文跟汪中定，他们为屋主量身打造融合各国风情的城堡。Benjamin， 35岁的黄金单身汉，正日在谈判桌上与人周旋，身处于尔虞我诈的工作环境，从事企业并购，需要极大的抗压性。为了纾压 ，Benjamin 会定期为自己安排一场国外旅行，加上工作的关系，也需要常出国，所以到过很多国家。这是 Benjamin 第二次的装潢，换到这74平的大房子。他希望设计师能够把他最喜欢的几个国家及城市，像是巴厘岛、日本、摩洛哥、上海、纽约及欧洲的氛围移植到新家，让他回家像是在度假。伟湾他给我比较意外的地方是，他会先给你很多的时间，跟你让你讲你的生活经验、你的旅游经验、你去哪里，或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他看完你的东西之后，他再帮你决定。最后他跟你讲说，好，那我再来帮你提出一个案子。就光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跟其他的我遇过的设计师都不太一样。虽然屋主的要求十分明确，希望回到家就像是在环游世界，能感受到度假的气息，但要把这么多国家及城市的元素及氛围融合在这74平的空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当初给我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很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把它在每个国家的深刻的印记呢，带到他每一个居家的空间里来。第一次出国旅游就是到巴厘岛，对于巴厘岛缓慢的生活步调及带着慵懒、自在、悠闲的空间氛围，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屋主就此爱上了巴厘岛，之后只要时间允许，屋主都会为自己安排一场巴厘岛之旅，短暂卸下工作压力，让自己放空，希望回家也能像在度假。这次装潢新家，屋主特别要求设计师要把巴厘岛的度假氛围带回家。这个屋外里面呢，发呆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象。放假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只要一到那个地方，一看到发呆亭就太棒了，我来放假，我来度假，我来巴厘岛了。那它也是整个房子的中心枢纽，希望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区块，能够在这边喝茶、聊天、睡午觉、做 SPA。除了喜欢巴厘岛悠闲的空间氛围外，巴厘岛特有的手作艺术品也深深吸引着屋主。为了这次的新家装潢， Benjamin 又专程去了一趟巴厘岛采购。我去那个巴厘岛去度假的时候，我在当地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版画，那个版画的时候，我就立刻用手机拍了很多的照片回来，跟维安他们还有汪哥讲说，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版画搬到我的家中。把版画搬到家中，听似简单，却是一个大工程的开始。汪中定，汪哥，是设计师 Vivian 合作多年的工作伙伴，擅长绘画、雕刻的他，在每个屋案完成时都会亲自手作，也许是绘画，或是雕刻，或是瓷砖拼贴，送给屋主当作礼物。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一幅浮雕墙，是那个当初林先生从巴厘岛拍的一些照片。我想了很久，决定就
现场自己制作看看。那我们是用简单的那个做法，就是先用那个石膏整面墙把它浮平，然后我在现场打样做草图，然后我再用电动工具，那个电动的机器，然后把它雕成立体状态。那因为它制作时间呢比较长，几乎是跟木工是同一个时间完成，我花了差不多将近半年时间把它雕刻完整，那算是给屋主一个惊喜，也是意外。从没想到设计师会亲自手作雕刻壁画，当 Benjamin 第一次看到这份手作的礼物时，感动到说不出话来。某一天的下午，他们就叫我说，那个你来这边看一下，我就赫然发现说，他们既然自己用手工打造做了这个版画，因为当初那个版画其实是深色的，那其实跟我家的颜色色系是不是很搭的，他们把它变成纯白，而且变得就是造型非常的立体，而且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我真的非常意外的一个惊喜，也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这么贴心。重视自然的巴厘岛人，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着庭院及水池造景，让空间更具有自然的气息。屋主当然也想把它搬回家，但是要怎么把水景搬到没有庭院的大楼来呢？像前阳台的部分，我们就有做一个小小的迷你的无边际水池，其实那是当初这位屋主来的想法，因为他当初其实出国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看到，哇，巴厘岛都有好多无边际水池，好美哦，希望就是做出来就是有一点像在户外的感觉。而住过无数国家的五星级饭店，屋主最喜欢的当然还是巴厘岛的五星级饭店及 Villa， 只要一进去饭店的房间，身心自然就放松，所以 Benjamin 特别要求要有个像巴厘岛饭店般宽敞舒适又有风格的主卧。这是我目前整个家最喜欢的一个角落，就是它的主卧室。这个风格呢，其实是我觉得最淋漓尽致的一个区块了。因为它从整个入口的玄关区，一打开房门的那一刹那，到整个天花板、整个木作造型，我们都是用巴厘岛的风格来做串联跟整合。我觉得这有点比我想象中的这个主卧大很多，格局是不是有做一些更动？有，当初其实这是两个房间啊，难怪。对、哦，我们把它并成一个房间，一个独立的酱板浴缸跟淋浴区，还有一个独立的马桶间，还有一个独立的洗脸台区。到巴厘岛最享受的当然是做 SPA 咯，虽然在家无法像巴厘岛 SPA 汤屋有专人按摩做 SPA， 但有个可媲美巴厘岛 SPA 汤屋的浴室，也可以让喜欢做 SPA 的屋主天天回家泡澡减压。屋主对 Vivian 提出了这样的需求。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感觉就是，大家如果去过国外的顶级的 VIP 的 SPA 区，对，这边通通都囊括在其中了。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其实在外面的饭店或是度假村，他们很常用的是酱板的浴缸，对，这样人起身的感觉非常的方便。而且这边的浴缸其实它有两面的玻璃窗。其实当初它原来的浴缸是建商给的浴缸呢，它是比较隐蔽性，比较在比较里头的，所以我们格局做了更动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酱板浴缸移到它比较外面的地方，就是接近采光的位置。那在我们那个地方呢，除了使用方便，那我们就是如果有水渍的时候，它也很快就干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很多样化，各种不同的风格我都喜欢。还有你的电视墙根本就是一面的贝壳啊，可以。